我的第三份礼物呢是浪漫。本来呢，我想就送这三份礼物，369往上走嘛，对吧？这三是个吉利的数字。但是刚才刘会长说，如果我不唱第四首歌，他只喜欢我的第四首歌，前面三首歌都白唱。他说他主要听我的第四首歌，那怎么办呢？好呀，第四首歌跟刘会长非常像啊，因为大家一看见他就想起了。加油！胜利！胜利！太棒！哎，咱们用普通话说好不好？